好，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道路》，我是阿斌。侯友宜的年轻人支持度真的是惨不忍睹。昨天晚上到台大，很多人定义说这是对年轻人的补考，效果如何呢？看起来他是准备的充分了一些，但是有学生批评说，怎么可以肉搜学生的个资？怎么可以那个找陈以信当人肉盾牌？今天甚至有学生直接说，没个陈以信出来三中痛贺啊，干嘛内涵好一点哦？真的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爆发这么多争议。连续六份民调，侯友宜支持度都第三，现在连国民党都不得不承认，扎扎实实是第三了。现在只能说时间还早，还来得及。有人说侯友宜是四大皆空，其实从侯友宜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可以发现说，选县市首长的时候走中间路线啊、整个蓝军的盘再吸一点浅绿的盘，看起来是可行的、可操作的。那么他想用这个模式来选总统的时候，困难很多，所以这个走中间路线，但是在没有顾到自己深蓝这块的情况之下，会不会使得侯友宜本身真的是困难重重呢？连续的小三，郭台铭不忍了。郭台铭在今天丢出了能源政策，直接批评民进党说谎。他不仅批评民进党提出他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忍不住想问的是，郭董，你要以什么身份来参选呢？你如果变成得系咖，就是好到了民进党；你如果不走这个得系咖，国民党看起来是不可能换侯了。你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还有柯文哲年轻的好感度所向披靡，但他在政策白皮书当中似乎要重启服贸，太阳花学院的年轻人能答应吗？真的会这么做吗？今天他又想闪躲了。反正你问柯文哲，你让他当时事评论员是最好的。他批评别人，批评民进党，听开干嘛就送哎？你今天给我阿伯，你变他走的时阵，伊唔敢讲，伊的唔敢讲。所以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重启服贸的可能性，来了解一下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现在介绍一下来宾，首先介绍民进党立法委员庄瑞雄，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介绍资深媒体黄创夏，欢迎好，大家好。陈以信50岁了，是可以参选总统的，可以参选总统。好，这个叶源之不知道能不能参选。但是最近也可以冲动，今天单刀赴会，继续帮侯友宜辩护。是慧敏好，大家好。好，介绍桃园市的市议员于北辰将军。慧敏好，大家好。好，再介绍是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李坤城。慧敏好，大家好。啊，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好，我们欢迎到的是这个台大国发所昨天有参加演讲又有提问的黄彦成黄同学。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讨论一开始先来关心一下陈以信哦，很多人现在呢敲边鼓说以信选总统，以信选。真的有表现得那么好吗？但有人说你根本就是侯友宜的人肉盾牌，这样公平吗？来看 VCR。 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尽量的能够畅所欲问。侯友宜 QA 时间，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担任主持人，说好要让大家尽量问，结果却是人口400万的新北市都顾不好，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您能管理好一个国家呢？谢谢。好，我想你的问题带刺哈。我想请教的是针对板桥幼儿园喂药事件衍生出来的。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贵姓？师大附中陈同。陈以信一下说同学问题带刺，一下打断要同学讲姓氏，甚至当起侯友宜的翻译机。讲了很多以后，你题目只有最后一句话。哦、对对对。对，但你那一句话可不可以再强调重述？要同学把题目问清楚，但有人提问够清楚了，到底辞职还是不辞？一句话，陈以信也要帮忙修饰。假设你如果没有选上之后，你的这个动向，你的决定，那这是高度假设性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选举就是目的要上。我忍不住了，你要如果要叫台大水准比正大差吗？一般提问都没有办法提到台大了。甚至学生当场站起来怒轰陈以信故意不点台大学生。那有没有暗装？其实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因为陈以信委员就是最大的暗装。随机点人提问。台下的学生，我个人其实一个都不认识。整场表现抢尽风头，网友刷一排评论，陈以信拖时间，翻译的时间比提问还要久，根本才是候选人。到底是谁要选总统？立委参选人苗博雅则大宣，陈以信根本就是人肉盾牌。我昨天看完前程，也有同样的看法。话太多，就连自家立委也认为陈以信话太多。原本侯友宜想甩掉问 A 答 B 的标签，没想到最后似乎变成问侯以信答。主办单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
好，总而言之呢，侯友宜准备又比较充分了哈，这是要稍微肯定他的哈。另一方面来看，座谈被说是不是安排暗装，最大的暗装是谁？陈以信啊，不只是保姆，还是暗装哈。台大生当场对侯友宜怒吼这一句话，怒吼什么呢？怎么会泄露个资啦？怎么会审查参加者的名单啦？这个其中有些学生有声援新北洗地，结果被抓的哈，这个也被抓出来啦，等等。反正蛮多事情的哈，所以呢，他到底是不是最大的人肉盾牌？这盾牌这个身先士卒，现在居然有人说选总统了哈，所以呢，校友就轰陈以信主持不公啦。有同学说侯友宜你都没有直球对决 ，Q&A 有人说，网络上已经有人在讲了，怎么会台大比政大差？你都没有填台大人，安那边控你哈。侯友宜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下，15个人提问。台大在校生是有6个啦，来、这个台大学长委员亮那块，为什么网友昨天会去讲说，嘿，为什么他当我在网络上大家是整个烧起来说我们台大比政大还要差的原因，就是说提问的人哦，就是说因为只有6个，然后你这15个人，明明你这个这一场叫做总统马拉松论坛，这个名字取得多好啊，要去的时候你说，嚯，头前政大上班。不要你要就办来台大，跟台大生足球对决，这场来赢了，政大一场输，剩下。结果你看，侯友宜，我干嘛讲？昨天真的是有点惨。为什么我说有点惨呢？你看陈以信哈，他昨天在过场的时候，他怎么会不知道侯友宜这一场是来补考的？那你来补考以后，你要让他当个很称职的一个主角，学生提什么问，主帅 K 足球对决杀。这个表现出来以后才可以振奋蓝军的一个士气啊。难道你以为陈以信不知道吗？陈以信知道。问题是杀不下去的时候被杀怎么办？他搞错了，陈以信我觉得搞错。陈以信其实他的口才算不错，一翰林个圣北拜，或我还一个字正腔圆。但重点是郑明忠讲说他的感觉，这个陈以信昨天是叫话太多，其实郑明忠不是这个意思啦。郑明忠意思就是讲，你都不是主角啦，人主角是侯友宜啊，你这囡仔人个搞的是要创啥会？昨天差不多，这个陈以信让我们在观看的人感觉就是说，嘿，这人家搞的呢，啊，主角也不是你啊，你刚才一直讲，不是，人家同学们问个问题，真正厉害是，你这个你假设昨天是我主持的话，我一定会讲说，侯市长，请回答，你得按呢就好啊，可以继续发挥。不是问一个问题了，又帮他圆一圆，好像帮他，好像同学是用英文在提问，我再翻译给你侯友宜，然后呢，有的问题会论述，到最后后面才把问题弄出来的时候，你还必须把问题再讲一次，甚至于还在提示答案，就变成说，让我的感觉就是在拖时间了。拖时间，78分的 Q&A， 你敢看陈以信敢一个人敢用偌济时间？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说这一场。主角本来就已经很弱了，你这个主持人昨天是在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是在串场，你根本就是在你就是在护航。而且昨天那个提问哦，这个惨不忍睹。你看你找一些记忆点，你真的找不到呢，找不到记忆点。有啊，公安啊，公安有，他去讲说蔡英文有四个坚持，我也有四个坚持，但重点我来讲，你晒跟这四个坚持，蔡英文当初咧讲四个坚持，是咧讲。自由民主宪政，这咱台湾人的一个坚持。第二样跟你讲哦，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我互不隶属，这是第二个坚持。第三个坚持是咧跟你讲哦，拍谁哦，外主权哦，不容你侵犯跟兼并。第四也是跟你讲，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前途是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来决定，这个有主张哦。那我请问，昨天侯友宜你也讲说你有四个坚持，你的主张是什么？我都听无。你来台大，你叫个讲一句话，台大学生拢干嘛讲？哇，你要来跟呛赌，讲到你要跟阮直球对决，结果一个在讲的时阵闪闪躲躲。所以昨天对侯友宜来讲的话，我觉得有没有加分？灾难，灾难，真的灾难，真的灾难。比较准备了，还有灾难？不，他气势有、你看他昨天坐在那个地方，呼噜呼，一直闭，你俩都把他消音，你看都不要声音，就是这样，哦，看起来做伴了，你在不在？这样做伴，不然气味你记忆你记忆，你快做伴些。但重点你是听他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呼，你妈拜托，我今天酸中痛呢，选中痛，你至少说我的国政的主张是什么？我来。
跟你蔡英文来，蔡英文来比，哼，你这回被当啊，你是算什么？我侯友宜站出来，国政的方针比你民进党比你蔡英文更加好，比你赖清德更加好，比你柯文哲更加好。重点不是你讲迄，你讲啥，无人会记得掉，敢若记着你讲的，记着公安。哎、欸，安尼比比吼，你看马英九啦、侯友宜啦、韩国瑜啦、朱立伦，比比开，今仔马英九是一个人才呢。人才啊！比你聚焦的讲到两岸的时候，哎、欸，九二共识可以讲乖背你，知不知？他至少还有个九二共识，至少你可以迷惑社会大众，那也可以算你厉害。长你讲没有迷啊，讲迷惑啊！你讲起叫做校园马拉松的一个论坛，要跟人直球对决，你讲是国政的方针。我说实在话，我很想去听听看，说你的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我们有把你漏掉的地方，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一般来讲，任何要选总统的人提出来，你不能去讲说他的一定是不高明的，都完全没有见地的。听说。一听到公安，我认真去甲听四个坚持，很好笑，未记你了了，未记你了了，来，同样是跟委员一样，身为台大的校友之一，其实昨天晚上我是相当的沮丧的，因为在那边拼命滑手机的时候，就很担心说，哎，台大的学弟妹们，你们怎么跟政大比起来啊？很担心呐、啊，你们跟政大不能比呀、啊，那整个结果后面呢？今天早上看到了《自由时报》这张照片，我安心了。为什么安心了？原来你会看到后面有拿着各种摄影器材的人看起来比较多。所以原来摄影的媒体同业比这些学生都多。那当然听说后来还有一些人陆陆续续。是。然后刚刚想讲的十五个里面有六个是台大的，三分之二不是台大的嘛。然后所以代表着，哎，其实台大学生去的不多。所以不代表台大的平均，不代表台大，但是这个符合台大的一个特质。台大的学生，因为我们以前的，如果觉得这个人哦，根本就不想听你讲话，根本来都不会来，这就是台大的特质。因为这个叫做总统的一个马拉松嘛，那他们根本不觉得你是总统啊，根本不觉得你有机会，你有个总统的班啊，根本就不会。而且呢，昨天那场的会让人家看了以后，我跟你讲，这个比政大那一场。更是大灾难，更糟。为什么？因为侯友宜除了讲出几个名词之外，内涵他都讲不进去。他其实帮他补习的那几个也算是名师啊，在那个领域里面，可是名师教出来还恶补，告诉人家你有恶补，结果到最后只能背几个名词，这个就让人家更知道一件事情，这叫体虚无药医。但是侯友宜你的态度昨天最糟糕，糟糕在哪里？你不是想说你要直球对决吗？那你要直球对决，你就直接的跟人家谈嘛，对不对？结果呢？哎，我要直球对决了，以信快来，来挡到挡到挡到，以信快来挡到挡到，陈以信在边挡，那就代表着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勇气，敢要直球对决，所以他讲的什么内容什么的，因为大家看出来就是看破了，所以看破之后呢，我和敏凤都非常尊敬的我们政治系的恩师彭锦鹏老师，是相当支持国民党的。直接讲了，侯友宜你自己应该主动退选了。好，老师讲了，学生问了哈，学生怎么问呢？哎，民调落后，胜算也不高，未来一个月民调如果还是没有起色，是不是会婉拒国民党征召，让郭台铭来选，或者是直接宣布退选，支持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好，这是学生的问题。他说我只要设定目标，永不放弃，坚持到最后，绝对不放弃，打死不退。还引述年轻人爱看的《灌篮高手》安西教练的台词，哎，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还看不看《灌篮高手》啦，我那时候是蛮爱看的啦，哈。现在放弃了，那比赛就结束了。还有左右开弓的部分啦，哈。学生问说，如果当选，如何向西台湾，也就是中国，说明台湾中国是一边一国呢？哎，他就说，现在最大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反对台独，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中没有台独两个字。如果有本事，请台独金孙来改。所以他这个一个打台独金孙，一个就打说话讲得很漂亮，但是像烟火一样，风一吹就散了，哈。还有哪些金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VC。务必让学生的问题都能够命中到市长的答案。台大演讲 Q&A 前，陈以信先呼吁请精准提问，但侯市长的不精准回答被 Kuso 广传，迷因影片抛出四小时破6.6万次观看。1993年，我是第一个公安到大陆去脱口中国用语，警察变公安，历时大世纪也出错。我18岁那一年，刚好之前老蒋逝世，国家退出联合国，
搬出老蒋拉拢深蓝，但退出联合国不是同一年，侯友宜的十八岁记忆很不同。就连两岸 GDP 何时差两倍，政界是1992年也背错。1922年，大陆的 GDP 的总和是台湾的两倍。现阶段2022，大陆的 GDP 已经是台湾的22倍。侯友宜号称要直球，却打成偏球，学生动尾雕，高分被呛瞎。出来选总统，我都规划到2030年。回答绕啊绕，但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称，法院认证性骚扰还能选吗？这总该回答了吧？在这里也同时呼吁国民党。应该要用这样的高标准来解释。问 A 答 B， 学生很不满意。倒是侯市长被问给自己打几分，回答很有自信。有问就答，也许在回的过程当中，不见得让大家满意。这是外太多。网友忍不住酸，看侯市长的表现，让我更坚定投科。吴惧连几份民调当老三，从政大到台大表现迷因，侯市长还是说要撑到最后。所以我会坚持到我最后，怕死不退丢。哎，看起来是有进步啊，黄同学你怎么看呢？这个上一次政大学生打那个侯友宜的分数是打59分，你先打分数啊。这次要到台大的表现，你打几分？上次我觉得可能没有到59分，我觉得上次可能差不多40分吧。哦，台大果然严苛。这一次我觉得可能差不多有到55到59分这样子，差一点就可以及格。哦，你给他进步10几分哎。对对对。怎么说？我觉得从昨天的整个座谈来看，我觉得蛮明显，侯友宜市长确实有先准备功课才，就是才来参加这样子。但是只要这个问题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对应到他考古题里面的题库，那他可能就会开始慢谈。看得出来哦。对对对。他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没有准备到这一题了。对对对对对，非常明显。那。如果有准备到他的可能题库里面的问题的话，他其实有时候的回应也是语气很强，那其实内容其实是蛮薄弱的。我刚好昨天有被那个陈以信委员点到。你怎么那么幸运？那因为我是我就是问侯友宜市长说，因为侯友宜市长之前有针对那个赖清德副总统，他有呼吁赖清德副总统要交代减掉去调查新北市的这个社会案件。那副总统的职权怎么可以去叫检察官去调查嘛？那我就是问侯友宜市长，宪法上总统的职权是什么这样子？那侯友宜市长的回应就是，他知道总统跟副总统的职权不一样，那也没有多说，然后就说他觉得态度就是很重要这样子，当总统态度就是态度是第一这样子。所以这一题他没有考古题准备好？显然是没有。但是他要选总统呢，他怎么不知道总统的职权是什么？这也是蛮让人意外的。所以你没办法打他及格的分数就对了。对对对。啊，让这样的人当总统，你会不会那个？因为国际局势是千变万化的，怎么可能都有考古题让你准备？所以这样的人当总统，你会不会很担心？当然，就像主持人讲到的，就是国际形势是很多变的，尤其现在台海的问题、美中的问题，然后跟台美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只会照本宣科，你要怎么去应付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不只是国际上的状况，像新北市近期，新北市也有很多的治安风波也好，或是说警方滥权的事情也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侯友宜市府在处理这些议题上，其实也都没有处理得很到位。那真的是无法去期待说他未来如果担任总统的话，那可以带领好台湾。那柯文哲真的是你们的第一选择吗？柯文哲市长确实在年轻人当中有蛮高的支持度的。那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他的政策其实有时候会比较摇摆，那可能没有太多的中心思想。那一样也是跟侯友宜市长可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语气很强，在谈自己的时候，那内容就很薄弱。所以你认为柯文哲现在的高民调是碰轰，还没有被检视吗？或许是可能还没有被实质的检视。那因为他只要踩着一个可能蓝绿一样烂，那选他最好这样子的方式，那他就可以获得可能还不错的支持度。那当然这可能只是假象，只是你觉得有可能是假象？对，可能还需要时间跟更高强度的检验。将军，陈以信酸总统就已经变年轻人的共识啊，廖。昨天那场台大的演说哈，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陈以信的确比侯友宜强很多了。对，所以那场如果没有陈以信了，那真的是那不叫做惨案，变灾难。所以我说，在政大演讲的那一场那可能是一场好雨啊。
那昨天在台大这已经变土石流了，那个非常严重。为什么这么讲呢？这青年点评怎么说侯友宜的你知道，他说你当你问侯友宜的时候，问他说我们见面台湾人见面就问一件事，假爸呗，对不对？我们得说吃饱了或者没吃饱，侯友宜绝不会这样答，你问他说吃饱了没有，他会告诉你说我最喜欢吃牛肉面。我问你吃饱了没有，我真的喜欢吃牛肉面，你到底吃饱了没有？我从小到大就爱吃牛肉面，他永远不跟你说吃饱了没有。为什么？这奇怪，是警察的训练吗？他怎么会形成这种特质呢？永远不泄密，看不懂，永远不让你知道他查案的目标在哪里，他才可以破案。我屡破奇案，对，就是没有破刘邦友的案嘛，对不对？他就是这样讲，问你两岸，他讲公安呢，对不对？这个请问，所以我很担心他当选总统，我们警察大学要改成公安大学，我大陆军官变解放军大学了，那根本怎么办？对不对？问你问你两岸，你答公安，我是第一个到达这个中国的公安啊，公安，我到中国都变公安了，那还好我没去过中国，去了中国变解放军了、啊，我是国军，不是解放军。那问你国防，他答和平，你知道吗？国防你要怎么走？要和平。两岸就是要和平，蔡英文不敢讲，我就要讲和平。对，怎么做？我就要和平啊。对，怎么做？和平他不敢讲，我敢讲。你真的很敢讲，你要怎么做？不知道。对，真的很厉害。然后你问他要退选，更绝了。那彤彤又跟他说哈、如果你的这个支持度不高哦，你要不要退选？他答什么？答的我都是傻眼了，说我真的看到牛肉面那碗都快掉地上了，要不要退选呢？我告诉你，我要做到2030年。我天哪！我问你要不要退选，你说你要做到2030年，这时间怎么算的？2030年，他有个2030年的愿景啊！对对对，我还以为说是2030年电动车要到达零碳目标嘞。对，那到底在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然后更扯的一点哈，达到国讲到国防，说他募兵还是征兵，他答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要让阿兵哥退伍以后能够就业，能够职训。我问你募兵、国防、全民国防的问题，你给我答募兵，拿起来讲这个职训。另外就哈。我们用很多事来检验侯，以后也会成为灾难啊！因为这一场哈是座谈，听到哈，这叫做座谈哦，那是个座谈会，有没有进步？我刚才黄同学讲，真的有进步，因为第一场他那什么是训话，到那个政党的训话，你看他问他那个反诈骗啊怎么讲，就要跟他装下去，跟他拼下去，还得丢不丢？现在没有人鼓掌哎，那第一场叫训话，然后他觉得不对，没有人跟我回应啊，怎么办？改呼隆，用呼隆的，用混的，这一场哈。他真的进步了，真的陈以信很努力。他把他从吼训话到呼隆这一场还是不是座谈，叫漫谈。什么叫漫谈？你知道，就是各自表述。我不管问你什么，我只讲我会的。我不管问你什么尖锐的问题。你确定他有会的吗？就是他会。如果很幸运的问到了我的考古题，我就可以好好的讲。对对对。如果 A 这题没准备。我就继续讲我会的，来喝喝这对，我也不管你问什么，问你胃药案的处理，你跟我谈科学，那不是很奇怪？所以我才讲嘛，你问他科学，他讲哲学；你问他哲学，他跟你谈宗教。所以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最可怕的一件事，没有兑现，直球对决。昨天他就讲说啊，不要怕，陈以信一开始就讲啊，今天我要让你问到饱，问到舒服，直球对决。最后怎么样？对，陈以信真的直球对决了。陈以信哈、他把所有的问题经过的修饰、换概念，然后让侯友宜答。人家直接问你说你要不要退选？他说如果选举不利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看法？你就直接问他要不要退选嘛。他帮你换概念呢、他帮你换题目，帮你修饰，所以让侯友宜，其实侯友宜心里想啊，你就直接问我要不要退选，我还听得懂，我有懂，我有懂。对，侯友那陈以信帮他修，为什么？担心他荒腔走板，因为没准备这个稿，没有准备答案，怕他答不出来。所以侯友宜未来哈，我觉得这种座谈还是少参加吧，还是少参加。因为是我觉得我很担心的是，你们又派了这个候选人出来，选到后来又变成一个大家嘲笑对象，这个风已经起来了、不会啦，不喜欢他的人当然会找很多点啦，但以我来讲，我觉得他昨天80分应该是有啦，80分，刚刚大家讨论都是满分1000分，对不对？瑕不掩瑜啦，瑕不掩瑜。那个公安那个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他们可能那时候两岸刚开始交往嘛，有些词就混乱了嘛。譬如像我现在也很会讲，把影片讲成视频啊什么的，或者是讲什么接地气。可是我不会把我讲解放军啊，就是不小心就会讲错。但我都觉得还好啦，是真的。所以如果以后你当选立委的时候叫你政委，你会口误哈，那或政协口误，我荒唐下三个字不会讲错，你们再继续宽容下去吧。我觉得那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家开始讲陈以信哦，其实往好的地方想，代表说侯友宜被骂的地方比较少，所以大家就跑去骂陈以信。那陈以信，我跟你讲，果然是人肉盾牌，没错。我觉得陈以信其实他那个角色是必要的啦，因为侯友宜他昨天在台大
就是演讲之前就告诉大家说，我今天要直球对决。直球对决就是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可是你看他那个制度设计，会让人家搞不清楚题目。三个一次三个学生问，每一个问两题以上，六题，那问到后来都已经忘记你在问什么了。然后有一些学生的问题又漏等，他自己论述半天，然后最后问题可能只有一句。那所以陈以信就是帮忙，他其实只是帮忙说，告诉侯友宜说，人家是问这个哦，啊，你不要搞错了，是问这个哦，这样帮助学生可以要他们得到他们要的答案。所以昨天大家可以发现，侯友宜真的就比你他的答案怎么样，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比较有针对问题回答，就没有绕到那种天荒地老去。欸、这次你如果打八十分，政大你要打几分？政大就比较低一点，确实。对，政大就比较差一点，是多少？60大概吧。政大是真的表现比较不好，昨天台大是真的比较好，所以差20分。然后现在大家有时候你觉得这样民调可以进账几趴？没有，因为他刚开始嘛，就慢慢，他昨天也有讲一些论述出来啊，四个坚持嘛，对不对？四个坚持，接下来会变成八个这个政策啊，对不对？就是从就越来越具体啊。你再随意发挥好了。然后还有我还有我再碰一个，我只还有就是我觉得有疑，大家有打的有点。都打错人，像有人讲说，哎，为什么陈以信都一直点不到台大？是不是有暗中？哎，那个人又不是侯友宜找的，那个是台大，他们就开放让很多不是台大的人。好了，我只问你问题，下次如果侯友宜又要去座谈，找你去扮演陈以信角色，你会去吗？我当然去啊，我真的哦，对，我帮陈以信讲一句话。活动主持人陈以信说，学生骂说侯友宜怎么对谈不公平，又没有找我们台大的好，随机点的人一个学生都不认识，这是陈以信的说法。广告之后更多的讨论，有人说陈以信昨天的表现叫做三机一体，为什么这么讲？马上回来。回到这个节目现场哈，这个叶源之人真的是蛮善良的，打八十分哈。这个侯友宜在台大说台湾共啊，他共好啊，团结讲 N 遍了哈。但是学生说被搞太生硬了，实在是听不太懂。学生也有进一步的逼问说哈，你落选是不是辞市长呢？他的回答我也听不懂，新北市就是台湾的缩影哈。人家先问他要不要辞市长这件事情啦，或者是选输了会不会退选？问他要不要辞市长，他说我会。节奏有节奏的往前走，新北市对他来说就是台湾的缩影。很多议题中央没有考虑地方的需求，资源分配不公，使得国地方发展受到阻碍。明凤，你如果做记者要帮他写稿的地边那些啊，其实大家都冤枉陈以信了。如果没有陈以信，我觉得这个侯友宜更可怕。陈以信昨天就是扮演一体三机的角色，翻译机，然后缓冲机，然后那个简化跟翻跟那个这个护航机，对你他第一个要把这个学生的话翻译给这个侯友宜听，因为学生用那个问，尤其是问那个学生真的很该死啊，问那个劳保那一题问的那么艰深，对不对？侯友宜怎么会听得懂？侯友宜怎么会听得懂？所以他就打什么老人家还是什么东西的。乱打一通，那如果没有陈以信翻译，他可能答不出来嘛，更答不出来了。然后再来就是帮这个侯友宜回答时间做拖延，所以就是缓冲，然后他故意把这个学生的话呢再讲一遍，然后呢还跟学生开玩笑，哎，你穿的衬衫太花了，我都记得啊，你上次就是那个嘛，对不对？就开始打招呼了。然后那个我们就又看到侯友宜拿个板子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他就不然是想答案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做一个缓冲机，然后再来就是做这个护航嘛，然后简化把学生的问题给他简化，然后让这个侯友宜可以回答，然后让侯友宜不要直接面对学生。你看侯友宜昨天的态度是什么？全场我看到了全场坐姿，然后对问的时候是全场坐姿，前面有一块板子，他陈以信不曾讲他自己的，然后他自己他就板着脸那边写写写写。那我请问一下，他到底是对陈以信的问题不满呢，还是对学生的问题不满？陈以信呢是这个人家那个穿花衬衫的学生已经不打算问他要不要辞职的事情，陈以信就添油加醋，就说：“哎，你上次不是问很多吗？你这次怎么只有问一题？”他那个学生只问性平问题而已。他说：“你上次不是问很多吗？可以再多问一题。”于是那个学生又把说这个新北市如果怎样，你要不要辞职？要把有山有海又讲进去。那侯友宜拿个板子，然后就觉得心里的 OS 是在骂学生不该问这题，还是问陈以信你到底是在害我还是在帮我？所以说。
我们也，可是问题是陈以信总归还是有帮他把这个问题翻译出来，让这个侯友宜可以回答。但是陈以信呢，自己又加油添醋，又问了一堆有的没有。然后陈以信作为一个主持人，他点过谁？他心里没个数吗？他第一个点一个是一个台南来的这个中学生，第二个点是一个台大财经系的财务系的古先生，他还跟他讲说古先生你好。然后第三个就点那个花衬衫的，那后来学生就看着说你什么样，你看不起我们台大吗？我说你这场沟通有用吗？主持人跟这个主讲人都是有问题的。一般我们看柯文哲跟赖清德是怎么讲的，都自己拿着麦克风对着你，如果问我问题我就对你笑，不管你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就对你笑然后回答你或是怎么样。侯友宜不是啊，侯友宜是警长，他就在那边写，好，你报案，好，那个开那个讯息会议，做笔录，然后开讯息会议，你有什么线索啊？怎么样？然后很凶，然后在这样，我觉得像这样面对面的跟学生沟通，我看永远不会有效果的，永远都是说学生就会觉得你距离感很远，所以你觉得他又白费了一个晚上，没有加分？不，我跟你讲，要讲诚实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多对侯友宜要多鼓励一点，他其实真的有比政大好，好十分嘛，对不对？政大如果40分，他就50分啊，那可以还是往上加，进步空间非常多。对，他加100分，还有50分，一半的成，还有50分的空间可以加，空间可以加，所以就努力，陈以信要努力。好，不过昨天还有一个擦枪或左耳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比较严重一点哈。你们有说哈，这个报名哈，礼拜一座谈的学生呢，说主办方疑似泄露个资，让侯办审查参加者的名单。立委王定宇紧接着在脸书上也说了哈，面对学生都得要恶补、埋暗桩、搞小手段，来到台大不给意料之外的台大学生提问，这样的人选适合当国家的总统吗？唯一的强项就是控制言论而已哈。那个侯友宜的发言人就直接讲了，有报名都会录取，没有这个控制言论的事情。那您是当事人嘛？您？这件事情是非曲直是怎么样？哦，这个新闻是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一间电子媒体有揭露说，那个侯友宜市长在礼拜一的这一场座谈会，那可能会有一些有陈抗记录，或是说有社运经验的这些人士参与，那看起来就是说哦。好像要来帮礼拜一的座谈会预先消毒，如果那一天遇到一些很尖锐或是有人闹场的问题，那可能就可以推给说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过去就是对他不满的这些青年学生嘛，他惯用的手段，你看看。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报名资料只有主办单位有，那为什么会外泄出去？给可能不知道是给哪些特定人士去放话，那这个就让我们感到很怀疑，那其实也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那因为我们就是台大的学生，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活动资讯，虽然我们可能不认同侯友宜市长过去的一些表现，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场座谈去检验他的一些立场或是一些政策，可是居然有这样子的新闻，然后去好像说去怀疑说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有预设立场要去闹场，对，然后你不是说他直球对决吗？那为什么要先放这个消息出来？我们就感到非常的不解，这样子。但是有报名的都参加了就是了。对对对，我们4个都有被录取啦。哦，4个都被录取了。对对对，只有我被点到这样。只有你很幸运被点到。对对对。来，昆城你怎么看这场活动？其实昨天那一场在台大演讲后，获利最多、加分最多是陈以信啊。现在大家知道说，本来他在当主持人的时候，旁边人讲说这个主持人是谁啊？话怎么这么多啊？哎，可不可以让这个侯友宜开始讲了哈？就发现说是陈以信，哇，他知名度可能一系暴涨。那陈以信他的角色，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人肉盾牌，一个缓冲机嘛，昨天很多的题目其实侯友宜他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陈以信跟侯友宜之间可能之前有默契了，就是说当这个同学在问问题，问完之后再由陈以信再复述，然后再解释一次，然后这些时间呢，就是让这个侯友宜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可以去想，开始想说，哎，等一下这个答案开始要怎么讲嘛。那可是呢，这个陈以信，我觉得他这个放水的这情况或是这个护航情况太严重了，很多东西是他自己不懂哦，他自己不懂，然后呢，这个装懂，然后比如说哈，我记得有个学生他问说，这个西台湾就是比喻这个中国嘛，我问西台湾，那陈以信不懂啊，陈以信说，哎，西台湾是什么啊？哈，还有、这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侯友宜提出来的名词哎，对、啊，西边，西边嘛，对啊，然后人家用西台湾来代表中国嘛，因为侯友宜之前说是西边，好、那陈以信不知道，还说啊，你同学你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就问这个板桥未教案的事情，他说最早是这个
这国民党的议员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有打1999了，然后陈以信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哈什么1999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整个事情他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他借由这个搞不清楚的状况的确让侯友宜争取了很多时间来做回答了。那我觉得网友也很有趣哦，这个网友这边他有画了一个漫画，这个叫这个脑开的画了一个漫画，那这个呢是代表这个侯友宜，侯友宜说来直球对决哦，直球对决。然后台大学生说真的吗？真的要直球对决吗？好，来咯。结果我的直球对决是谁？站在前面打击的是陈以信啊。这个侯友宜已经躲在后面去了，是陈以信站在侯友宜前面，因为他帮他挡炮火嘛。这昨天的演讲他真的帮他挡了很多的炮火。梗图马上还说这个学生你这个问这个问题带刺哦。这个学生你问这个问题高度的这个假设性哦。主持人可以这样子当吗？出来当这一个侯友宜这个帮他挡炮火。然后这个学生有点像这个昨天台大国发所的一个校友吧，他不是说侯友宜啊，你这个回答这个我不满意啦，也是问他说这个有关辞职的事情之类的，他说回答不满意，马上有一个这个穿黑衣服的学生，工作人员马上过来了，安抚他，因为很多的直球对决到了最后其实都已经变成这个爆头了嘛，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个学生他问的，在政大有问他说你如果选不上总统是不是要辞职啊，那一次他回答是什么？新北市有山有海有很多的渔港，这已经造成一个笑话了。可是昨天再问他同样的问题啊，就说你如果这个选不上总统是不是要辞职？新北市呢是台湾的缩影哈，那我已经有这个2030年计划，一样没有达到这个重点嘛。所以一样啊，是这个实问虚答，问 A 答 B。所以侯友宜昨天希望在台大能够扳回一城，不要，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怕戏不退了，要扳回一城。怕戏不退。可是呢，昨天在那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到60分啦，不到六十分，不到六十分啊。怕戏不退，民进党支持听了就安心了，国民党支持听了就是可以嘎连顺啊。我想请问委员到底谁抄谁啦？这个侯友宜呢，这个提出四个坚持，有人说这个明明就是模仿蔡英文总统嘛那么侯友宜谈国防国政论述，柯文哲的办公室说抄的，抄我们柯文哲的，只改一个字，还说呢感觉不像看马拉松，比较像是躲避球抄什么呢？陈志涵讲的他的发言人说柯文哲说备战不会战，能战不求战，侯友宜呢就抄人家的，只改成了一个备战不起战。国政论述的部分，柯文主张联合政府团结台湾，侯友宜则是团结台湾。侯友宜团结台湾团结多久了？他们怎么可以说柯文哲侯友宜抄柯文哲的？当昨天当今天这是今天的，民众党去质疑这个侯友宜说你抄袭，侯友宜跳出来，他讲那个话很好玩的，意思就是说你好抄袭啦，因为这柯文哲你起码拢附和民进党啦，底下在煽风点火啦，也就是说你提出一个国政的一个愿景以后柯文哲他的主张到底是些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玩文字游戏了，但至少他还可以正正当当提出自己的一个主张。那你侯友宜提出这一些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国政的整个愿景你到底想讲什么？他到底讲的说两岸，他的认知里面两岸的就简单，两岸就是卖冤家，两岸就是和平相处哈。像那个较早人那个韩国瑜讲的安尼，豁出去人进来大龙发大财，高雄发大财啊，那得了，大家都。愿景的钱呢？但重点是说，现在的民众会讲说：“国政国政，你的方向，你的做法，民众一定会告诉你，是要搞安无啦，你是要搞骗无啦，你咪那个喊口号呢？无到底是要创啥？无你自己就爱有主张。所以你注意去把它看，就是说，如果像侯友宜他提出来的这些愿景或者说国政的一个主张，哪怕是意识形态，大家来吵架来争论，那也是亮点只是我有没有同意你而已那重点是说，大家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没有记忆点，没有记忆点的时候，你讲啥都没亮点。没啦，你要跟侯友宜吵架，吵不起来啦。就吵不起来。你要洗不？你要洗不？新北市就是台湾的缩影。缩影，那洗不烂差啦。所以这很糟糕，就是说。你和一般的民众，我是安那讲，伊会是一个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是说你得牵拖啦，就是讲你要做一个领导者，总统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你弘扬底下，你唔敢讲啊。你讲对唔对都无要紧，你都有主张，你讲出来，你的支持者一定会对你行的嘛，会帮你论述嘛。可是当你讲的唔在咧讲啥的时候，袁志，你刚才以前讲的四大坚持是什么？我知道。阮蔡英文讲迄个坚持，话侪讲较紧啦，我今麦阁讲会出来，你知不知道？
那个就是一种主张。嗯，那你们讲的是形容词，民众要是说这条有很累啊，还是讲你这个，让你做了总统了，你对国家的底线是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可是问题是说，柯文哲，我是觉得他有一点点靠绿的这边在靠拢，对呀、啊，有在靠拢，对、啊、我很清楚，因为他知道讲说什么，我民进党朋友比国民党的多，对、嗯、啊，所以我的可惜民进党支持者支持你的比国民党的少，他还算清醒哦，他还算清醒、哦，想要来骗票，但问题是说你这个侯友宜的部分，你就变成说，当几个候选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在讲这些空话的话，卖公三卡都了、嗯，郭台铭的是去侯友宜海戏也啦。郭台铭就是讲，哎、欸，这款的会征召你，他也是你，是那不是我？你这样的一个主张，你说叫我怎么来服气？郭台铭受不了了，今天有动作了哈，但是受不了的关键是不是因为呢？哎、欸，到底是第五份还是第六份的民调？侯友宜确认是小三无误，这一会儿连国民党都不敢否认了哈。这个今天最新台湾民意调查，赖清德 36.5% 支持度，柯文德 29.1% 支持度，侯友宜 20% 支持度，现在侯友宜就是两成不变哈，加一点油好吗？侯友宜，来，我们来看 VCR。一边听讲解，下一秒还亲自下场。赖清德出席中山附一智能复健中心揭牌典礼，来到自己的医学主场，赖清德很有感。我过去也念台大复健医学系，复健有一句话就是说医学为生命增添岁月，那复健呢是为岁月增添生命。根据最新民调，赖清德36.5%站回第一名，柯文哲第二29.1%，侯友宜在垫底只有20.4%，三人在六都支持度，赖清德连柯文哲主场都赢，只有台中输柯5.2%。至于侯友宜大本营新北赢柯文哲6.9%，却输赖清德2.3%，其余五都支持度侯都是三人中最低，恐怕全面弱化。稳坐老三的侯友宜20号上午拜会国民党大佬吴波雄，希望借着国公的力挺，让正蓝军归队。下午则在新北市府颁发市长奖。你也拿到市长奖，有没有关系？你只要努力认真。这句话没拿到第一名也没关系，跟侯友宜当前老三处境很呼应。根据好感度民调，赖清德48.1%，柯文哲44.3%，连郭台铭都比侯友宜还要高。如何整合郭台铭成为侯友宜当务之急？而未来他也规划访美，不过民众认为美国最属地的还是赖清德当选总统，侯友宜则是中共想押宝的人。比赛刚开始就说要放弃，那不是结束了吗？还在冲刺努力当中，我们一定会赢。向外界喊话，但侯友宜民调低迷是事实，想风雨生信心还得看蓝营跟支持者们对你有没有信心。好，原之，真的啊，你们现在不能否认侯友宜就是第三名了吧？嗯，对。民调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我觉得现小时候胖不是胖嘛，眼前的黑不是黑啦，所以呢，现在还有往上攻的空间，三不是三不是三嘛，事事如棋嘛，乾坤还可以再扭转嘛。也张一山就很紧张嘛，对不对？重点就是说能不能看到问题，解决问题嘛。那我觉得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团队还没有整合，可是现在有变好。你看，我们本来侯办以前的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去接侯办的那个操盘的嘛，然后现在又兼了我们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所以代表说国民党跟侯办之间整合。我觉得会越来越顺利。那第二个就是他的主张要越来越具体，因为之前我们国民党一直讲说什么蓝白要整合，要蓝白要整合，现在搞得蓝白有点模糊了。那大家觉得说，如果说你只是骂民进党的话，那不如投柯文哲，因为柯文哲骂得更凶，而且更有趣。所以慢慢你的主张要去跟柯文哲做一些区隔，才有办法把柯文哲上涨的那些支持度拉回来嘛。那你看昨天蓝跟白之间也有点烟消味了嘛。他有学生问侯友宜讲说，你是不是要成立特征组去追查一些弊案？那侯友宜就讲说，对，一定会追查到底，而且我不会像有些人一样，什么五大弊案搞到最后也没有，也不了了之。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烟消味。那有可能之后侯呢，他就会针对白的部分去做一些区隔，那另外就是主张的部分也要自己逐渐提出来。像刚刚委员问我说四大坚持是什么，其实我是讲得出来了，但我怕
浪费大家时间了。我讲过没有？好，坚持人民福祉啊，坚持民主自由，坚持两岸和平，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以意思就是说，形容词对，这不是主张啊，对，这是华为记得。所以他的坚持领袖一句服从政府领导，下面万万回绝大陆同胞，坚持孝顺父母了。这个对习近平，所以你怎么样解救大陆同胞？对啊，那就所以接下来啊，接下来这个跟习近平讲说坚持为人民服务好像一样哎。对，这样对又对又对又对，这就是策略。这丢出来之后，大家引起讨论之后呢，他开始把具体的主张讲出来，然后去跟民党做个区隔。我是觉得他的民调会越来越好转啊，我倒不是非常担心啊，我觉得会越来越好转。哦，你是盲目的信心，还是你在跑基层真的有感觉？就是他一定要这样讲。你看昨天他在那个演讲完之后，哎，网友的留言，当然有酸民或不喜欢他，还是会不喜欢他。可是，哎，讲说他表现不错，越来越多了，就渐入佳境，到处干涉。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2024好感度的排行榜，同样是以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哈，侯友宜不敌郭台铭，嗯，哦，等于四叶狼来毕业西尊，侯友宜还是连郭台铭都输的，他半年流失了将近500万人的支持，这是好感度。赖清德第一名56.48度，柯文哲第二名53.06度，郭台铭是52.35度，所以郭台铭跟柯文哲是很接近的。侯友宜是48.78度，敬陪末座。侯友宜的部分哈，半年前他好感度是64%，哎，很惊人哦。这个64%的选民对侯友宜有好感，现在剩下36%，等于他暴跌了27.7%。半年流失了535万人，这是很惊人的。支持度的部分，赖清德领先柯文哲7.4%，柯文哲领先侯友宜8.7%。那么民进党支持者中呢，赖清德剩扣五条啦，哈，扣84%。另一方面来看一下侯友宜的部分，最高去年12月地方大选刚结束，声势最高是38%。现在只有20%，差了18.3%，腰斩的一个状态，流失这么多，到底怎么应该来看待？真的有机会急起直追吗，将军？我每次听到侯友宜一直在讲一句话，昨天人家学生问到他，你会不会退？他最后急了，他就说打死不退，打死了怎么选？那选的要活的啊，那打死怎么选都不会死啊，我会赢啊。那他现在连我会赢都不好讲了，他就说我不会退，一定选到最后一句，一定选到最后一刻。哎呀，这个民调起不来，你再说再多遍的决心，再呼很多的口号没有用。民调有起色嘛？这几份民调下来都第三名，现在想要跟侯友宜抢第三名都不好抢了，他坐太稳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状况，连侯友宜现在都不敢否认了。你看看，我们等一下请将军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哈。这个老三定型的到底该如何是好？我马上回来。